年，在这个所在，那场的音乐会，林明勇老师主持的，用刷尾的一首歌，就是《愚公移山》。对对对，用刷尾一首歌就是《愚公移山》。我这个跟明勇阿伯讲，明勇阿伯你来主持，讲阿台哥明勇有得啦，叫杨翠就好啦。感谢明勇阿伯啊。对，啊，今仔日是妇科音乐会对吧？哈，其实已经结束了啦。准就是结束啊！啊，咱即摆要结束无 ？But 我还结束哦。最厉害就是这个 But。OK。竟然啊，竟然有一个人哈，一个人来你恭贺啊！新愚公移山呐、啊，哎、欸，王信允，王信允，我跟你讲，愚公移山，李双泽、杨奎已经是旷世经典，你狗尾续貂嘛？玩弄我带领，这首歌哈、哦。狗尾续貂不是我，魏阳出来。魏阳嘞？魏阳，你家己解释一下。魏阳，你到底对杨奎跟李双泽合作的《愚公移山》已经是旷世经典。对，你狗尾续貂嘛？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也是狗尾续貂了，就是我、哦、反正我们都是狗尾续貂嘛。对对对，不如就好好的狗尾续貂下去。是是是，我喜。好了，你就有写嘛，你念几句给大家听一下。好了，这个献丑了，十年前你要念，你要念成有抑扬顿挫，这是他这辈子第一首写的歌。你要念的有抑扬顿挫。他第一首写的歌哈，下个不怕都入曲哈。这个作曲者王信允就欢乐哎，才不要改入曲啊、欸。你先念一下，你要用那一种很有情感哦。对对对，很有情感哦。大肚山的老园丁，等一下，你这样不行，我示范一下。大肚山的老园丁，啊，这样那家也是。我国小演讲比赛就这样，往前跳30年。大肚山的老园丁，你是否还在学挖地？这样可以啊，我自然讲好不好？东海花园的边坡上，是否还有你挥舞锄头的身影？大肚山的老园丁，你说土地是我们的。大肚山的老园丁，你说我们是愚公，要代代挖下去。愚公几代过去，谁还在学挖地？愚公几代过去，我们是否还有土地？那艾塞夫，可以吗？哦、oh, ，OK， 87分了 ，OK， 再高一点，不能再高。这个杨翠说魏阳是文长公，哦，这阿伯可能给我他500级英雄，哦。那、啊、后来王信允就拿去作曲了、哦，对，有吗？有 还可以吗？当然不错啊！我是音痴，我没有办法评论好不好啦。哦，是哦，确定吗？对对对，这样子好了，我觉得你那个写的也不错啦。哦，啊，你看我现在马上做一个。好，你马上即兴一下是不是？我讲啦，就很简单嘛，就是你卡在黑的我们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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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哈？哎，但是后面的老师帮忙一下。就是，如果一个歌很烂，但是伴奏可以让歌变很好听。作词的问题啦，作词的问题，判断一下好不好？哒哒哒哒，就从这个开始啦。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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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类似这样子。大肚山的老园丁。
番风格。我写这个比较好，还是这家伙写的比较好？我觉得很难这样比啦。你有你的就是特色。你妈是怎么教你的？做人要诚实，但是做人要诚实，不要两面讨好，但是也要照顾别人的感受。又要选副总统，又要美国籍，没有这个事情。好好好，还是让王信允唱吧。好了好了，信允，不啦，算我给他输回来，好不好？老人家输小孩子不客气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这届吼，跟王信允说，你不是有做吗？啊，这家伙说忘记了、啊。一直到昨天晚上，杨贵在天顶在给你看，王信云。来了，掏钱赶快，延续愚公移山。狗尾续貂的时代嘛，好来，这个世代对话了，30年前、30年后，老师我是听你的歌长大的。后面的老师我都听你的歌长大的。好，开始唱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也是对。好讲台这回去吧，我们要好好学瓦地。